从昨天的视频中，咱们知道了荆棘藤蔓这新植物能够把产蛤的产汁给打掉。之前的介绍中，我们也知道这植物对于僵尸的防具有特别的效果。本期视频呢，咱们就来试试，让全部的防具僵尸对上荆棘藤蔓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首先呢，小萨把僵尸的等级都调高了，让他们不至于直接挂掉。路障僵尸，路障直接掉。铁桶僵尸，铁桶掉了。金字塔僵尸同样直接没了。骆驼卡牌不行。法老僵尸棺材也不行。试试牛仔僵尸的牛仔帽啦，没想到牛仔帽也是直接掉。斗篷僵尸斗篷掉了，但是铁块不行。骑士僵尸直接掉了。冰块僵尸也是直接掉了，冲浪僵尸不会掉，毒二爷没影响，罗马石像直接掉了，罗马盾牌和骆驼卡牌果然一样 ，Z 公司运轨，笔记本也不会掉，应该和二爷差不多，高跷僵尸。高跷僵尸直接无视了，游乐园四级头直接掉了，罗马决斗士这个的头盔是掉不下来了。以上为本期的测试结果，对于荆棘藤蔓的表现，各位同学料到了吗？